买金羊？天哪，看看有没有。哦，现在没金羊了啊。炫辉，哦，是哦，对吧、啊？我想说那一个按钮还在，现在是白金羊啊。嗯，白金羊有什么差别？它是力战的。哦。然后它会出彩虹武器。嗯，比之前的地战王什么的，是可以一直打好几层、好几层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他现在就是要一次过，不是一次过，我一次打完了、哦。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没打过哎、欸。这也是累积等级吧？我记得有时候连第一层你打不过，他是直接在第二区直接跑掉了。哦，是哦。反正就是更浮夸的一个龙就对了，变难了，就是对新手来说比较没那么友善了，不是新手打的，不能拿太刀剁他手、哦。可以吗？你要拿太刀吗？哦，是不是也来近战啊？不然会一直把我们炸飞。来啊！可是你是主要输出手呢。他送刀啊！啊，我是不知道打起来会怎么样啦，你可以试一试看看，试试看喽。好、哦，哎呀，菜刀会，我是不是要一直吃补啦、啊？来吧，看到这把就知道了。黄金菜刀，菜刀队，然后是火菜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选哪把菜刀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开始，你慢慢挑哈。啊，好、哦。我点，这样子我要捡爆裂结晶。爆裂结晶，哎、欸，没灌到头。乖，很乖。哎呦！没切到，太刀哦！哎呦，嘿嘿嘿嘿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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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只是捕食而已，我只是捕食而已。啊！我为什么不看我的这？哎呦！哎、欸，他真的是我不，好了，没事。大熊我滚很远，谁帮我闪一下？我没有，我没装。我闪，有我闪到了。哇，你好猛！没关系，他倒了，他被枪打倒了。你们不打他尾巴吗？我在打尾巴。我来了，注意，吸引火力啊！要叫了哦，盘死了，砰！剁尾巴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！等一下，等，我还在被震，我吃个，他回空哎、欸，哎呦！啊、是没事，我抓住他了，没事。好，我帮你补。补血。我看我还是不要靠近了，被他震一下我就马上补血。他一直烦死了，哎呦你们先，哎呦，他一直震呐、啊，没办法、啊，不是。我决定我站远一点，这样我才不会被震啊！只能帮你们补。哎，震龙！耶，多刀啦！妈，我成功啦！哎，那个应急药我是不是也要跟都通通拿起来用？感觉可以。
啊？怎么？摔，对，真好。应急药都是你的、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对耶，我刚刚都没拿耶，干嘛啦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走开啦！看什么看？好了，哇，好顺利啊！可以。尾巴有吗？没有。有啊，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是啦，我是说可不可以那个、欸？对，我刚刚都没有挖尾巴耶。我，对耶，刚刚都没有挖尾巴。莫米龙丹丹丹，哦没有，不，我回去换个，我刚刚拿成雷刀哎、欸，雷的伤害。好、啊，你换啊，你换啊。好啊，那我顺便回，我顺便回去拿一级亚好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然后可是，可是这边我又不盖，不太敢拿太刀了。怎么了？因为这边开始会比较多攻击啦，刺激。嗯，他是怕龙属性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头吧，水，好像刚刚有人说是水，我刚刚拿水打他，感觉没什么，我不知道啦。是哦，拿因为刚水的攻，我看下猎人笔记好了。有观众讲说不用看了，他怕龙了，怕龙，怕龙啊。哎、欸，蜜药的话吃好像你们没效果。No。OK， 好。哦，我拿龙的。弱点是头跟尾巴。还有手啊。破坏，尾巴可以切。我手也很怕、啊。哦，嗯，前脚也可以破坏。你们是从八号下来吗？我等下会从天而降。啊、哦，那赶快，我看到音乐了。你快跳要讲哦！你们都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好、oh, ，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好，来不及了。好，那我走，我要下去了。啊、靠，我没得免哎、欸，没人可以免。我闪。就先正常打呀。我、哦、麻一下好了啦。来了，我没体力的，好累。打一下，打宣，大家抢走一下，都丢到了，不要，哈哈哈，麻了，那你先不用免好了，不用免了，这怕龙吗？我怎么觉得我刚拿雷的数值比较好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在大学窝，我闪。对啊，我刚拿雷的数字都十几二十，拿龙的才不到十哎、欸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哎呦！老爸，你插个。感谢。我走了。啊！我啊！让我走，虎哥。他想甩尾巴。哇，这边雾霾，这边雾霾好重。他甩了三只尾巴。落雷！哇！陨石注意！多松松！落雷注意！飙！落雷注意！连续啊！杰克往前走两步，可以去施加雾吗？打脚胶，白痴，打到白痴。就是怕他那个一直拍地板的话，那个会飞散掉。哇哦！对啊，这伤害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不敢的不对，晕了。哎，你好可爱。不要拍 ，no 拍 ，no 拍。在肚子底下有一颗。晕了。把他打醒。阿道陨石，哇！你跳的还比陨石还高啊！没了，快，哈基快跑，哈基快跑！爬不起来，哎呦！你们的血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太好笑了！大漩涡，大漩涡闪不到，我闪。
OK， 好。他累了。尖锐石，是我尖锐石。再一颗。我觉得有点，有点。场地中间有一颗，他肚子底下有一颗。哇！哎呦！哪里？哇！哇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剩一次机会？你要不要拿重弩了啊？我拿重弩好了。对啊，是不是扩散的伤害？对，扩散比较好玩。欸，又可以吃饭。使用餐具？哇塞！这样子花的吗？你们跳岩浆下来哦。好，我换哦，从八号慢慢走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刚刚两颗陨石真是不起眼，一颗在他的后面，在他肚子后面一点。我刚明明在他后面的。对啊，刚看你也进来了啊。对啊。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我看到你死掉，你还在那边笑杰克。因为我看跳出来，哎、欸，等，你走错边，走错边，完了，走错边了，走错边了。没有。啊，回复了，他回复体力了，快放，走了，闪他。他回复体力，让他晕一下。王Punch！ 放弃，我放弃了。这个，他进两米哦。好。没事，蛋嘞，我可以喝，我可以喝，我喝，自己喝。好。哎呀，我找不到我的棉蛋跑哪去了？哎哎，我怎么死了？我怎么死了？我知道上面可以闪啊，但是那个时机很难抓、啊，而且刚刚是背面看，就碰运气了。哇，这次竟然没有脚。我们头没有破吧？头没有破就没脚。我还是玩中毒好了。要稳。还是传奇你坦，我是为加输出。你坦，我坦。你不是有坦吗？我好像没配、欸。我没有存，好吧。OK， 就没关系。你是不是质疑我的输出？并没有。我每场都用票券，都究竟哪一场可以成功用到呢？我吸引仇恨好手的呀。欸仇恨，我写好了。算了。进去要吃秘药。带肉干在身上。有没有什么装备可以再辅助你们的效果啊？笛子吗？笛子，可是笛子现在要做应该也不太好做，出一个比较好的。而且笛子要帮你们补血，也没办法紧急的补啊。对啊。还是用吃的最快。
我先断他尾巴，再换扩散。嗯。刚到底怎么死？配餐点，可是我不会配餐点，我对餐点很不熟，就直接哦，有看到你就用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也是直接推荐就直接用。你怎么死的？他直接一手把你拍死。我怎么死啊？走一走，走一走，你跑了。